谁让你在我这里胡闹的？你已经多久没吃药了？三天。呸！你要不吃药，咱俩撤离，我就杀了你！小白，你弟弟天天惹事儿，你为什么还要留着他？我要他的脚脖。可他还是个孩子。前面被你掏空的那个小孩，没比他大几岁啊？可是那个毕竟成年了。想见到你女儿的话，最好快点儿把这件事给我。快好！我求求花儿，花儿不想看不见。乖，含了这块糖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 Oh my god！ 这次能让你赚不少。我女儿在哪？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早就被我拆散卖了。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你这个只会惹祸的变态，你哥舍不得杀你，我崩他！住手！